当，请准备。欢迎来到铁甲雄心幼儿园啊！过来。在小叮当还没有急速旋转的时候，首先发动的是鸣金。啊，看一下，这是一场儿童大战，非常卡通，碰碰车一样，场面极 Q。哎哎，小叮当顶顶顶，用屁股顶他呀，挺有用啊，也充满了童趣。哎，长颈鹿这个屁股方向性还挺强，但是长颈鹿的进攻意图还是可以。哎呀，转起来了，武器转起来了，就很可怕了啊！对对对，长颈鹿要逃跑吗？还不错，火花四溅，哎，都没有伤害，啊，运动能力展示出来了，并没有被 KO。好，好，长颈鹿在寻找机会。小叮当这非常像竹蜻蜓啊，它会不会飞起来呢？110公斤，不会不会飞，这是顶